我还是喜欢大 S 的，真的，小 S 还好，大 S 加油，大 S 加油。就过来就过来，台湾第一购物天后丽晶回来啦！有你厉害吗？哦，张兰，她是我叫天后，她应该是祖奶奶的。她真的，她掌握的一手好的流量密码，她知道什么可以吸引很多人进来，所以她只要一开始。就是八点档上演的时候，他就几万人进来，他真的很厉害。绿茶套餐来，卤蛋配卤蛋啊，站起来呀、啊，套餐啊，没反应过。还有软饭呢，啊，对，说话的戒指免费送您了，明天买床垫，好累，今晚上夜里加班。他真的很厉害，但是我还没有办法到那个等级。真的真的真的你说他拜光头那个、啊、Oh my my 5亿啦，如果以带货他是成功的，你知道吗？其他的我们不好评论，你知道吗？成功与否，对与错，我可能不会这样做吧，因为我还想做人，对，我不想被追杀。那有想找 S 姐一起来上 S 啊，我甚至不想 S 得罪我了吧？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哪里得罪他哎、欸。大和解吗？我没有，我跟他没有任何不好哎、欸。我跟他说不开心，是我找过他，他拒绝我了我，所以我想说好，我也不开心的这样子，我不想跟他开节目。我觉得我跟他开节目应该是会打破一般现在演艺圈的寒冬，就是毫无创意这样子，我感觉啦。但是我没有得到很正面的回答，我不知道是传达的问题或什么的。再说说看，小 S， I'm talking to you， OK， 你不是说你要得金钟奖吗？你没得到， OK， fine， I'm back， OK， 希望我们回来，我们有良性的竞争，好不好？因为现在这两年我的资源比较好，这么多金主啊，他跟我说如果要做节目，我想跟谁合作，我觉得跟谁是合作可能比较有意思，这样子，我是提这样子而已啦。但是我没有得到回应，我就说好了，算了 ，OK， 老娘自己很厉害。好像当兵啊，那个老娘的牌只问一次，对。问一次，然后都让他忙，没关系，他就继续忙，就去洗地吧。大 S 啊，你们一定要害我吗？你以为我出道这么久还不知道这是一个洞吗？硬要跳进去吗？你真的以为我现在看见脑子有积水吗？我买过床垫，你很烦的，我买过床垫，但是没有买过卤蛋。兰姐切卤蛋啊，不用剪子，不用刀，一根一根往下薅，薅的青包、绿包、大紫包，就剩一个大草包。我本来以为觉得，我真心的觉得我的床垫已经很不错了，我才觉得哦，原来跟他们比，我根本住在地狱。Oh my god， 真的是就人比人气死人。我有透过我在韩国的经纪人。有问他说他现在都还好吗？他说应该都没有问题这样子。我还是喜欢大 S 的，真的，小 S 还好，大 S 加油，大 S 加油。